不行，我操！哎呀，这个姜远要不动他就拿到了，弄得很好。哇，姐妹，这是谢谢谢谢，专业世界冠军，高手，这个是高手。哦，他在让他这样打，这样打沈刚就有机会。他要把他放在前面，永远机会。啊，但是他这样打，他就有机会。当然了，这个教练。哎呀，这个是叫冠军打了一把。这就是哇，这个六有机会，他没去打张远。六开始出现了，发现他应该有几个时刻在打我那个。